看看新闻网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杭州的周宇，今年27岁。魔术对我来说，它让我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去过很多地方，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它让我收获了一段非常甜蜜的爱情。魔术对很多人来说是惊奇的、快乐的、幸福的，甚至带有希望。而对于我来说，它改变了我的后半生。小时候，你想要什么？那是我第一次遇见他，他的人潮当中是那么特别。从那一天起，我便再也无法忘怀他。我发现我满脑子全部都是他。我想，这样一个女孩子，如果可以走进我的生活，那么我的生命将变成彩色的。蓝色变成红色，所以我决定做出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决定，我要找到这个女孩，对她说，我爱你。你们想知道她的名字吗？她就是孙小楠。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幸福快乐地走下去的。